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波啊。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尤安霞阿爸老师甲宝妹伫家为你来服务。你有住宅使用上的代志，这部方面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来6338601 6338601。那今日的节目呢，固定讲透早4点至6点，上午8点至10点，这是咱的重播时间。好朋友呢，有任何疑问、无清楚、无了解，固定讲这两个时间呢，你会当阁收听一届。啊，赶快来提醒咱所在好朋友，有要报名。参加咱节目的朋友，请你动作较紧的，谢谢罗拉。来，我们来接听电话。司令你好，喂，司令你好，宝妹你好，请问你有听到吗？有。好，老师你好，老师我想请问你一下哈，今麦黑哈，黑古彩个社长哈，啊，我想要固定参黑，咱社友啊哈，我哈，啊，想要参黑。是东坡落去洗，啊，那那是讲参东坡落去洗，因为要防止那个杂草啦。啊，那参东坡落去洗的时阵，我们在用杀那些杀虫剂、杀菌剂呀，吼，还有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譬如说用哪些杀菌剂，用哪一类杀菌剂会比较影响那个施德普的效果？好，生产用这样子的话，可以加那个微量元素吗？哎，好，谢谢你。还有老师，你上个节目讲那个智慧型农业哈，那个是很好啦，啊，可是哈一言难尽。还有老师，你哈不可能会失业啦，因为依照台湾目前这种发展情形哈，那有可能，绝对无可能的代志，什么拉给太给。叫我，哎，讲句我歹听，叫我去投资迄个时阵，啊，实在是，再见，好，谢谢，要，来，老师，这个就是表示要有那个收入才有办法，然后。其实有很多东西是这样，是一个集体性共同这个很要紧的这个地方，不是说 你用什么药，像每一个人都去投资这些东西不对，这不对，这集体力量大，因为我们不是大农，今天我们是一个大农户，比如说你可能操作100公顷、200公顷，你去投资那种东西你绝对会好，但是我们不是，我们是小农，所以日本人为了要解决这种小农的这个问题时候呢，他们是由着这个每一个人来做回来做的，就是说出一挂、啊，但是大头是政府出，政府出一个大头，啊，然后你那些安尼就无会讲啦，吼，就讲对真济，因为咱伫菜价那里较悬的时阵，拢爱平稳物价吼，其实农民呢伫这内底是无啊多像咱咧买 iPhone 安尼吼，啊那买手机啊买啥物啊，那介意哦，甚至愈来愈起价嘛，是你嘛是会去甲买吼，这物件是无啊，但是对着这农作物呢，是政府是有一个天花板，你会去甲伊。去甲伊打啊！你通常要打这个天花板，当然你这种补助你得爱对后边来当，安尼农民才有一个机会吼、所以呢，这个是不要太灰心啦吼、我相信对咱这种的一个环境内底来讲吼，当然农业吼，在伫任何这个所在，拢是真好去经营啦吼。无论是大农、小农，全世界拢是同款吼。拢无迄种，你包括荷兰吼，咱咧讲荷兰人的这农业安怎时阵这个今年也报去荷兰去参观，当然咱嘛感觉足神奇的嘛，足好的吼。个本事呢，人伊嘛爱白叫牛咧吼，伊嘛感觉讲哦，阿嘛是有一点啊硬道吼。这个后呢，当要个真有一点吃力，啊个真吃力吼，因一直咧讲伊嘛是爱想办法去突破啦吼，当然即内底就是讲有一个足大个即差别，因为荷兰吼，因虽然是小农，但是因小农拢是大农吼，所以因的面积可能无真大，但是因单位面积所投入的即成本吼，迄嘛是拢相当的即个可观哦啊，所以变做比即家家的咱真济吼，咱来去。有时候啦吼，这确实是咱较真歹去面对吼，就是讲家己去投资迄个物件，那个真的是也没有必要吼，只是讲不过，让大家了解到，其实比如讲像咱台湾
那无可能家己去买一只火雷啊嘛，除非你做大事啊，所以就这种代工哦，就有个人会去买啊，买伊可能附，伊可能附近呢，就近迄只遐啊，伊胖呢胖啊五六十架安尼吼，安尼迄只火雷啊，伊是不是就常常有咧胖？啊，都有人专业的人去做这种专业的姐姐工课哦、啊。我相信那是安尼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吼、哦，所以啊，我是感觉或许吼、哦、会有这样的一个。好，这样的一个机会哈，这是啊，这原因是安尼这个情形哈，所以这底下啊，或许还是家里这个问题做一个这个回应哈，这或许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我个人啊是认为讲没有什么这无什么关系啦哈，这不要紧啊啊，要够一个这个有呢啊，有很多的方法哈，可以一旦去啊去操作安尼哈，最近这个菜价哈，这可能暗时干呐。台湾的这问题齁，这在中国大陆嘛是，但是这一礼拜来就不同款啦齁，这真侪这个介绍一直起哩一直起哩齁，因为北方呢这落雪齁，这真侪所在的落雪呢是比如讲像杭州齁，杭州落雪齁，寒死齁，那真正是寒死人，因为平常应该较少落雪齁，所以有这款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差距齁，这是在这呢当互你小做一个参考啦齁，所以呢在台湾可能咱要个算如来如何尽责的这个天气吼，所以你讲要好价好价价位对起吼，这个就相当的这个有限啦吼，当然有当时啊，就是一个观光人口的一种的吼，并讲进前咱柳丁今年的这个介绍，那么听起来嘛不是很优吼。啊，含去年呢，有诶，咱就好朋友甲报啊，讲，我嘛拦腰截断，位巴肚边就来追一刀落去吼，我切做两过吼，这真正是会感觉迄个压力真大汉呢吼，这有个人讲，进前咱都种足侪啊，但是实际上吼，这一两年增加的面积，去年增加的面积并不讲真侪吼，但是这两年啊来呢，差别上大，应该是含这个观光客也是有足大一些关系啦吼。这餐厅总是希望讲这食饭饱啊，出者水果，出者水果切出来总是安尼好看，对不吼？这你旅游的时阵，你嘛该先讲这个餐后啊。餐前精致小番茄，这餐后呢，台湾特色这个甜橙哦，柳丁啊，挂号柳丁安尼吼，我爱的做这有一个朋友提我看，讲哇，这个看起来好好哦哈，伊讲你看光那个水果，伊咧无讲菜好食哦，伊讲吼光那个水果就很吸引人，你看看安尼的两行啊吼。餐前精致小番茄这个餐后这个台湾特色甜橙挂号柳丁所以呢，这个也是有一个在消费上的一种这个差别啦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尽量会当把这个真侪这个物件能够往外走。能够往外走要往外走，唔是讲物件掉出来，看来买哦，这通常是但是要行出去哦，全世界大概拢想要行出去咱的优势又在哪里？这个是另外这问题底下，咱就不再多废话所以其实这个通货的这个问题吼，都是可能伫我个人的一个。这个看法啦吼，就是讲，一般你这个有咧加吼，比如讲你那是真细长啦吼，韭菜花那是讲比较较细长淡薄，你爱真注意吼，因为这种史东坡这类的这物件吼，伊是门前杀草剂吼，但是呢。伊当然，伊个一个即是那种生顶一顶毛啊吼，伫涂骹面一顶毛啊呢。但是你也是喷着迄个尘尾吼，有当时啊，伫迄个尘尾这所在，还是会有一点点吼，有一点啊，迄个受一点点影响吼。所以可能稍注意者吼，就是讲咱若是较大一撮啊，都无啥要紧吼，较大一撮。一般来讲，过来就是咱咧喷的时阵吼，涂骹面吼，一定爱小可有一点啊湿湿吼，伊迄个油。效果较会好啦，因为你为什么安尼讲吼？因为最主要就是讲伊用来了，伊会湿湿嘛，湿湿伊通常就会当吼，伊有一个又起来吼，种迄个草呐，拄好发芽，发芽是有水嘛吼，发芽出来都要冻着迄个油啊吼。一下就掉了吼，所以这通常是较容易呢来给伊做一款的这个应用啦吼，所以这互你小
啊，小了解者吼，这大概是啊，一旦安尼来解这种操作哈。啊，至于讲要染什么款吼，这倒是啊，没有太无要吼。主要这个药啊，咧染的时阵，注意是唔是碱性的这农药吼。啊，这个碱性的这农药卖含咪少染吼，所以其他的较无是咧个。啊，咱咧转这种草药啊时阵咧，最主要是咧转土，唔是咧转作物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卖去染这种这类药吼，不要再去加吼，这个微量元素，因为咧这种物件又不是很便宜的吼，你要讲啊做粗俗的啊，这汤药啊吼，这种物件真粗俗，你乌白染乌白转，你也不也是无意见，而且这汤药啊转伫涂骹边，困药啊转伫涂骹边，农药各有某一种的一个这个滴。啊，消化有一点啊，这个预防的这个效果。但是一些微量元素转伫涂骹边的时阵吼，都无采下去，所以其他遐物件倒是你安怎染，我是较无意见吼。但是啊，这个微量元素这個、部分呢，啊，可能就卖去甲染伫这个草药啊内底吼。啊，因为安尼转呢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较无遐尼好的一种啊，这款。我个人认为吼，对讲伊较无通遐尼好啦吼，这最主要是安尼这情形，这伫只互你小做者参考啊。嗯，好，来63386016338601，来老师再来看一下吼叶文生的问题吼，伊要问的是有关叶栗子南瓜为虾米也买溜只吼拢会黄花呢？因为买了吼，这叶啊吼，叶尾安尼，吼，这种有当时啊，你爱稍注意者啦吼，就是讲，是不是因为这个真有可能吼，真有可能呢，比如讲伊伫叶啊管顶有啥物物件吼，还是有几种可能性吼，一种可能就是咱上无管理去讲的讲啊，这个病毒病吼，这个、病毒吼，爱得这个病毒，但是一般那是得病毒的时阵。啊，这叶啊是安尼回尿回尿吼，所以你这爱稍知影者，就是讲真有可能吼，真有可能呢啊，是这个病毒病吼，就是讲啊，咱讲的这回尿回尿，就是这个啊黄绿不均匀，青青青青这种的这个叶呢啊比较较无嚼，但是你啊准讲普遍黄哦，这可能你爱去了解到是不是这土壤比较较坚性哦，因为咱听众朋友这个问题较看起来是有这款的一个，就是讲那坚性。啊，坚性的土，伊迄种黄叶有当时啊，容易翻白吼。这种通常就是缺铁吼，咱咧讲的讲缺铁性黄化吼，欠铁安尼啦吼，所以啊，即嘛有这个可能性吼。啊，搁一个就是真侪人去解忽略吼，咱一直今日讲，因为今年啊，甲即嘛吼，可能有小可较凉一丝丝啦吼，但是伫前一阵啊呢。根本都没有凉下来吼，等于讲早晚当然有冷啦吼，有热啊凉凉，但是日时的温度27-8度，哇，这种天气呢，相当的热，这暑时佫无落雨，佫真打霜，啊，就是有落水嘛，足紧打。这个情形呢，这个蔓类吼，这红地毒之类的这危害呢，伊都会足严重的吼。啊，所以呢，这有可能，有可能，另外一种就是这红蜘蛛去甲加掉吼。啊，一般来讲，要去判断是不是这个红蜘蛛呢，就是讲啊，威胁啊，后边面吼，提这个最少要30倍哈，等于讲30倍以上的一个这放大镜吼，那是你甲看麦啊者吼，是不是看到伊底下咧尿咧尿咧蛇咧蛇咧吼？啊，这种呢，这拢真济啦吼。啊，多数吼，那是讲伫这个许呢。红蜘蛛对有一种吼，可能是伫老叶吼，即种讲叫做次叶螨吼，啊有一种即个二点叶螨，伊通常有即个灰白一个即个叶呢，啊即个斑点吼，甚至有当时啊伊个叶啊，就专叫伊臭打起吼，所以啊即个机会是搁较大啦吼，所以目前甲看起来吼，啊即个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吼，即应该是含即有真大一个即个关系吼，就是讲即个螨类吼，即个。啊，是这样的危害吼，所以你这可能是进口的这品种吼，所以这对这物件呢，啊，伊的这个抗性的料啊，佫较歹吼，所以呢，这你要小注意者吼，啊，这新买这部分有可能是红蜘蛛吼，啊，嘛有可能，伫相片内底咱看到，你讲问我讲，啊，这那我个人的判断，我是较袂去佮推断是啊，是这个吼。较袂推断是即个病毒啦吼，因为呢病毒是咱上无愿意去承认的一项，即个就是讲最后
啊，即个问题咱拢排除掉去啊，啊，咱开去讲啊，即可能是一个病毒。搁一个就是讲，伫金龟内底搁较有一种吼，但是迄应该是看会到吼，就是即、這个，因为因咧用的药也差不多啦。比如讲像即、這个，拄则讲是即个红蜘蛛吼，搁一个是即个蚜虫吼，但是迄蚜虫一般拢会看到伊啊，伊有小花，因为即种即、這个蚜虫吼，伊有小花呢，你安尼红个红个即款的一个即个情形，有诶讲啊，迄可能是红蜘蛛，有诶毋是吼。啊，这有可能是迄个桃蚜吼，即蚜虫即种的即啊，即情形吼，所以即低温干燥的时阵，伊就要啊，真容易来解即出现吼啊，即会看到吼，即安尼有当时啊，几啊种色吼，反正呢，黄红青白吼啊，即个伊也有看到迄个虫伫伊只遐，即一般来讲啊，即原来会互伊的即个叶啊，佮翘起来啊，怎拢袂大作成嚣张吼？咱咧讲的即假笑，大概就是即个意思吼、啊。所以即你也当啊，小注意者吼，嘛、啊、有可能是即款的即情形的产生啦吼。啊，所以伫只会互你小了解到吼，即、啊、大概是安尼即现象啊，提供互你做参考哈、啊。嗯哼，好，来6338601 6338601。老师接着来看吼、哦，石文龙的问题，伊要问的是伊有加两张吼，伊的土壤检验分析，伊讲吼伊的土壤呢检验出来，那亲像有较碱性淡薄啊，所以想要请教老师吼、哦，怎么样来改善吼、哦、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哎，嗯，这个碱性的这个问题吼、哦，就是讲。伫较早，咱拢讲土壤变酸，土壤变酸吼，即足侪人啊，因为普遍啦吼，就是讲，真侪啦吼，咱拢一般拢会讲啊，即、這个，一开始吼，咱的印象，包括伫阮咧读册，阮咧读册时阵吼，一直去强调拢是啊，即、這个氨态氮吼，啊，因为土壤会变酸，是因为即氨态氮，所以咱大量去使用，伫台湾较早咱大量，因为那台湾即流岸咱家己做诶吼。咱留安家己做真多，所以这无啥物款的这个啊，这个问题嘛吼啊，但是即马吼，即马这个土壤变酸的这个情形的倒下不一样，不一定遐尼普遍吼啊，颠倒吼，颠倒这个情形，因为这个真济啦吼，真济这个情形就是讲，咱可能伊的这個安排内底呢啊，伊的肥料吼，比如讲像大肥，即马有一个特质吼，伊个就是尽量去减少。氨态氮的这使用对咱的土是较袂遐尼酸，啊，即马阁有一寡这种进口的这肥料吼，啊，因是这个硝酸态氮，其实啊，包括布阿加真侪个朋友推荐的这肥料内底，其实嘛，足侪拢是含硝酸态氮，多数吼拢是硝酸态氮，啊，但是呢。啊，咱一直去强调讲，伊袂使用伤济，所以因为这种硝酸态氮用伤济，对土壤的这碱性，吼，就讲伊的负荷啦，吼，这一定是啊，就较容易来改这个产生安尼吼，所以啊，这当和咱好朋友呢啊，小来改这个了解到吼，所以啊，这赶快是这个问题吼。啊，即马目前就是讲啊，咱好朋友传过来这个相片内底啊，这个有呢资料吼，8.0吼，这8.05啦吼，这一般来讲呢啊，这通常那是以。这都会出现吼，这都会出现一种缺铁性的这黄化吼，啊，这点呢可能要稍注意点吼，所以这两个拢是碱性拢真高哈，啊，碱性真高的这个所在，这大概也不是较无了解讲啊，是不是用什么款的一个这个啊这款。什么款的一个即个栽培，即个环境吼，比如讲你那是种小番茄吼，啊，你可能是不是用碳酸氢钾这类的这物件，或者碳酸钾吼，这真侪啊，伫干嘛咪咧做甜的时阵吼，啊，真侪是用这类的这一类的东西吼，啊，所以呢，有当时啊，这是予咱感觉吼，这。啊，比较不可思议啦，吼，就是讲因咧用啊，当然敢袂用就会啦，吼，就是讲，但是伊这物件咧应用的时阵呢，啊，咱用伫即个碳酸氢钾，吼，咱那是做小面，咱咧做白粉饼啦，吼，做虾米，这没有问题对吧，吼，因为伊个碳酸根伊本来就是啊，有这款对这個白粉饼有这个好个体，但是有个人摕这物件咧，这。啊，碳酸钾之类的这物件，提炼那种做钾肥吼，啊，这个大概这灌肥料安尼吼，所以做肥的灌吼，这有当时啊，啊，佮看起来呢就很可怕吼，啊，所以呢，以这物件来讲，对土壤的这pH 吼，啊，伊就较容易呢，诶，的。
会当来改这个吼，这看起来啦吼啊。问题就会比较大，好，所以呢，那相关有用到这类的这物件吼，可能呢啊，稍来给伊这个啊，稍来给伊做一个这种吼，哈，稍微安排一下吼，这不要呢啊，这要小心啊。你若讲像做这个白粉病例咧用这碳酸氢钾哈啊，这种的这物件呢，这无啥物要紧哈，这无啥物要紧哈啊，我个人认为讲这个是可以去用的哈啊，但是呢，你若是提来，有的是提的。在这个在海边哦，按提来咧结吼，讲啊，这种物件哦，因为你到硝酸钾有当时会堵落落去，下一两天会退甜。啊，碳酸钾这种物件卖啦吼，就是讲伊个下落呢啊，有钾，但是未退甜。但是今年用未歹，第二冬不好意思哈、哦，一冬两冬过，伊个土壤的都呈现迄个碱性哦，所以啊，迄种物件问题就足大，所以这有人看过真济啊啦吼，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好意思点破哦，因为咱啊总是今日也不然也无袂背了吼，这可能咱都有作家去我袂讲的吼，反正下面我就跟你讲下面吼，啊，但是咱有袂背了，都伫当场我是唔跟你，我袂去讲这个问题吼，因为有时候这个问题呢，这是一个咱啊，唔是讲咱家己之类的吼，只是讲。我们在做这些农业资产的时阵，咱比别人较用心的所在，就是讲啊，我会跟你讲，这个物件的缺点在哪里？哦，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这真侪好朋友讲啊，恁南北咧讲农林菌偌好用，干那咧讲偌无方便安怎？其实都不会跟你讲的，就是讲，它就是存在这样的问题，有迄个欠点伫去食遐啦。啊，但是咱免咱把这个物件用好。就是爱把迄个欠点甲闪落开，一好一定就是加一届嘛。比如啊，真侪好朋友常常咧甲咱警惕一个这個问题，就是讲啊，拢啊创啊哩这啊玉米树喷啊吼，规个角硬发啦啊，咱个讲去用较少的安尼就好啊。吼，讲甲讲用较少的，讲袂使啦，用较少的长得真歹。啊，这有当时啊，就是啊，但是因为伊知影有这款，所以咱会当去应对。咱知影讲哦，伊会较硬，啊，我较注意者，我会当啊，安怎来做调整、肥料各方面，我会当安怎来改这配合，是不是安尼？哈、啊，所以你另外去了解这个问题，所以这伫家的看到这报告，因为到八了哈，这一般拢是啊，种植的时阵爱真细致啦哈。啊，咱可能就是讲有机质的这个肥料哈，这用较粗俗的就会使哈。比如讲你啊，那无真赶紧，还是讲你有咧用这个啊，家己有布田哦。啊，咱会当去甲用迄个粗坑，但是你也当用粗坑，你袂使用碳化稻壳哈。碳化稻壳又是碱性的东西，咱粗坑落去因为有纤维质，咱用一寡啊，用一寡只个病工像啊，咱用这个溶磷菌，还是用这個堆肥菌啊，可以去做分解啊，咱甲砍草啊，一年呢啊，慢慢呢，伊都发到去来改这个改变哈。啊，咱安尼改变起来。啊，伊个一个即个土壤哦，这土壤呢啊，就一档一档慢慢起来。搁一个通常就是讲，有可能的这范围去改种即个绿肥作物吼，就是讲啊，也一寡青皮豆啊之类的啦，餐青啦吼，啊较早个搞掉，啊这拢嘛是当去啊去增加即个土壤，尤其肥的，尤其一个即、這个啊即、這个来源哦，因为你这内底肥并无欠吼啊，为什么不好一直去甲你强调讲啊，你是不是用着碳酸？酸钾或者碳酸氢钾用真大，这个问题，因为你的钾肥吼还蛮高的吼，就是讲啊，一般来讲，这个的碱性的这土壤内底，一般咱的钾拢会较袂遐高，就是讲迄个量会比较正常，但是你迄有比较高少寡吼，啊，既然呐是有比较高少寡时阵，表示啊，是不是有去用过这物件？这只是个怀疑吼，唔是讲安尼，就是啊，这个肯定是这个，啊，所以。爱注意的就是讲种作物还是栽啊咧种的时阵吼，都爱注意这个铁的补充。啊，你这个园一般我甲判断个，这个会当到八点多，通常唔是伫山区啦吼，应该是到我海边啊，伫台湾的山区要出现八点多的吼，除非伫这个啊石那个兰花。哦，玉井这部分的这个所在啊，因有一寡这种
月世界迄种白神图迄种呢，这有可能吼，这有可能呢，有一部分呢，你要较碱性小块吼，这有这极有可能。啊，那是山区搁较碱性，哇，这问题就足大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咱要改良的时阵呢，当下一束啦，并一开甲一开的，这中间你甲喷一束啦，这可食性硫磺粉吼，硫磺粉吼，唔通去买农药用迄种硫磺粉吼，这有一种是人规地吼，迄足俗的吼。无贵啦嘛，袂当讲足俗个吼。啊，硫磺粉你家泡水，啊，因为迄无好转，所以你当个男子说啦，洗碗精嘛，卖伤济啦吼。我是拢较建议讲，其实吼，嘛免安怎淋啦，因为咱主要是要甲散散开，所以你打药啊，机哪吼叮当，哪拉，啊拉个差不多高高安尼吼，哪叮当啊药啊去甲喷喷吼，所以啊，伫田底安尼甲缩缩落开，哦安尼袂硬哦，啊然后落胖胖个吼。一分地就是你也是一年用两遍吼，你会当一分地就是卖超过40公斤吼，你也是一年用一遍，你脚底就是40公斤吼，这种物件用伤济吼，一时中间用伤济都唔好啦吼，就讲含咱人同款，咱人身体脑状况的时阵吼，嘛得紧嘛得慢啦吼，比如讲紧就是讲该处理的处理，慢的就是讲爱甲身体甲调养好势。啊，当然这个病难是该赶紧，但是迄条老镜头。你得赶紧嘛，无效啦吼，得快快来安尼吼。比如讲像阿伯阿豆这种高血压这种的这老镜头，但是足侪人讲别啊，我看你我拢控制较少好势吼。我是一个非常我是一个和医生学了有对的一个模范生。足侪人去到病院手伸出咧帮的时阵，100-107吼这個、医生甲讲你呾紧呾血压较悬，伊讲我看到你我会紧张吼。医生就甲开讲是毋是你平常拢无咧量血压，血压药啊拢无咧食。这就是一个平常，这种就是慢性疾病，你就是爱靠平常一个看来。你一个较食落，降血压，刚好，唔好啦，袂使，对无？咱这概念，咱爱知影嘛吼。咱土壤嘛是安尼，土壤是一个足稳定的这个物件，咱袂使一概互伊足酸的物件，互伊一概互伊足坚性的这个物件，这对土壤都唔是好的。哦，所以咱慢慢就是讲看看来啦吼，这大概一般拢是爱两年到三年的这个这个演变啊，这调整呢，靠我多做个好势安尼吼，这底下必须要咱好朋友吼，小做者这个了解者安尼吼，这个一般是咱家去做是安尼，你小家调整者，我相信。伫足紧的吼，真紧的，这时间内底呢，你这问题都会当得到真好的一个修正吼。咱讲的真紧吼，就是讲大概一两年。当然，你那是有机质的含量有咧较管小寡就很好吼。这当好朋友小知影者安尼吼，这大概是互你小了解者吼。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好，这个简单甲好朋友做一下这个回答，但是呢最后要甲你补充的就是有机质咱强调是有机质这个肥呢倒不是很重要，所以那个质好啊歹，这嘛是相当的一个要紧哈。所以呢。用真济吼，这种愈粗俗的这物件愈好吼。但讲的愈粗俗，唔是讲伊个垃圾太过烂了，迄种粗俗吼，就是讲比如讲土豆丁吼，比如讲咱的稻草吼，比如讲这个土豆壳吼，这薏仁壳吼，这种呢这种真好吼。其实土豆壳是真贵的吼，那无呢这土豆壳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吼，就真好的一个，尤其一个原料。好，最后您做参考啊。好，来6338601633860，这是咱现场的扣印专线。底下呢，赶快欢迎咱所的好朋友和列当多加利用。不清楚、不了解，来卡咱的电话。来，老师紧接着来看吼，咱这位听友的问题，马吉卡37号，伊要问你，就是讲伊的梦想内底呢？有坡吼，算讲有坡地啊。这个、南瓜呢，收了了后，伊想要种小黄瓜，但是伊这瓜田呢，敢是爱刷去外口，要安怎才会当吼减少一个病虫害问题？啊，是讲爱用什么款的方式？伊打算伫个明年呢，一月中要来种。是不是要甲拖出去吼？这个问题当然，较早找咧教，拢阮读册时阵吼，拢爱清园吼，各有清园的准备吼
啊，爱做甲足清气安尼吼。其实到尾啊，做两三档了，不过个人认为讲，地那是有时间可以休困吼，这个时间就是讲。真侪只物件嘛，不一定哦。但是平衡这个工课是爱做，所以阮真侪其实阮是无甲拖出去哦。就是讲，比如讲像这个回归哦，我已经特别收刷对吧？哈、哦、啊，我系伫买遍的时阵收了，我无被洗吧？哈、哦、啊，我都改喷一遍油啊，哦，即买遍的即油啊，汤油啊，坤油啊，啊改喷喷转转的啊，然后呢，我都改布棚绑落来。这个碳有热的时阵啦，吼啊，当然，有当时啊，伫寒人，这个效果较无遐尼好，但是无差吼，伊原来会当个，因为一个温度较悬吼，尤其高温吼，高温对即个病害、虫害呢，都有足大的一个即个杀伤力啦，吼，就是讲你无法度甲杀死，但是呢。啊，有法度互伊净菌，比如讲像一寡菌呢，啊，伫真高温的时阵，伊是袂死啦吼，但是呢，啊，伊会怎啊变作孢子化，因为对这恶劣环境，啊，变作孢子化的时阵，啊，伊就失去这个暂时失去一段时间感染的这个时间会较慢啦，吼、哦，就是讲咱安尼就法度啊去甲撇开，啊那糖吼，甚至有诶糖能呢，啊，伊会较袂出啦，吼、哦，这咱是啊真会当去做诶一个这个工课伫咧，吼、哦，啊所以变讲咱啊有种这个金瓜，金瓜收成了，你若要种回瓜，这瓜啊顶吼，当然啊以阮诶做法，阮是拢无甲拖出，因为你除非你这病足济啦，吼、哦、啊其实。拄只讲到清衡了，咱要静静静，咱买当拖卡去改哦，即、這个处理一遍了，啊，咱开始过来静哦。所以通常阮是不一定会甲清出去，但是啊，一般是拢会甲切落去底哦，就是讲沟底啊，甲算甲拍个打，啊先甲拍吼啊，算咧即个互伊打打了伊个顶就拢打起，打起咱甲淹一撮仔水吼，走一撮仔水啊是啊，即、這个。有安尼起来呢，这效果就真好了吼，所以呢，啊，这通常对啊，你因为你看明年一月较要种，一月中中下旬，差不多剩一个月这个时间啊，所以你先甲坑哦打，坑哦打了，咱啊，甲淹一撮仔水吼，淹一撮仔水伊落去了，伊是毋是湿度起来，湿度起来，有可能一挂这个病菌呢，特别个起来，咱会当地啊，要种进种呢，佮佮喷一遍这个药啊吼，啊，这边的这个药啊呢，这个足简单啦吼，比如讲汤药啊吼，就用一挂这个像陶丝松之类的一个这个啊较粗俗的一种啊这药啊吼，啊，这菌药啊嘛真简单，因为伊无物件通好寄生，所以呢啊，咱可能就用一挂啊类似像这个代兴奋之类的，然后就是讲新蒙奶普这一类的东西，吼啊，咱会当稍来改伊这个啊、搭配，吼、哦，这两项搭配啊来改这个做使用安尼，吼、哦，我相信只要那是安尼稍做一下这个处理呢，啊，在咱的经验内底倒是还好了，吼、哦，啊，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啊，伊这个尤其一个这个增加啦，吼、哦，有机质含量的这个增加啊，这嘛是一个真有啊，足侪人是看袂过讲很灵，吼、哦。啊，遐物件去堆堆伫内底吼，所以真正是看袂过吼、哦，看不过去吼、哦。啊，我是个人是认为讲，倒是唔免去咧翕吼，因为伊那是拍打了呢，啊，咱那是高底有诶，搁甲喷一遍高底吼，因为惊较无够悬，啊是讲小可能过来要种回归吼，高底即个所在你嘛小花爱甲绕一下吼、哦，啊，所以呢，即、這个部分来讲吼，即、哦、当小做一下，嗯。安尼来种吼，这没有问题吼。啊，如果你也是讲，比如讲你回归种，你种这个金瓜是种伫土卡对，种伫土卡，你要你有想要甲芳一变过安尼吼，啊，这你更加唔免甲拖出去，怎甲芳拍拍个打哦，怎甲芳芳落吼，啊，这个效果就足好，小熬一下吼，这样呢，等到呢，伫这栽培上吼，这个还是有一点有机质的量哦，啊，真的没有那么严重。足侪人拢讲迄，足熬掉病啦，是安怎吼？足侪当来，我感觉那是还好，因为啊，除非去苦真正足歹，你知影？比如讲，吼、哦，迄个真正吼、哦，有够毒的毒啦吼，咱家己看到脚尾会颤迄种吼、哦，我看迄可能也是拖拖吹较好吼、哦，啊，一般是袂遐食烂啦吼，佮较烂呢，啊，都还是有一定的一个这个封闭，但是啊，有一个工课你一定爱做，就是讲趁伊青青吼。啊，咱收煞对不对？迄个时阵呢，啊，一挂药啊，你一定爱抓
哦，你卖赶紧要去甲整理理先，转药啊，转啊，布棚棒棒砍砍的去佚佗两三工啊，较翻头转来做啊，该要安怎整理，他过来整理，哦，安尼起来啊，伊的一个伫迄个中间，伊拄好有食物吼，伊病害甲一个即个药，咱药安尼甲喷过，就特别是糖啊，像红地毒之类的这些药呢，啊，甲一般阮的习惯吼，阮的习惯是伊那是啊，不啊个人是甲一挂迄个买溜，咱是毋是拢会存一挂药啊半罐的啦吼。一出出来啦，吼，啊，这底下摇摇的，啊，阵呢，那几罐的，啊，这罐呢半罐嘛，足贵的，啊，这种咱得甲收起来，啊，那这俗俗俗物啊，这种侪吼，较紧来提提，拢甲倒，拢甲这个啊杂菜面啦，吼，反正所有的这摇摇罐啊，清清的，啊，倒倒的，啊，先煞用一个袋啊，甲包包的，吼，啊，提去回收掉去，啊，得怎甲清掉，啊，留几罐啦，吼，因为迄个摇啊足贵的，吼，所以存半罐你嘛是爱留起来，你嘛袂讲怎甲喷喷掉，吼，因为你可能从一挂这个系统性的这个摇啊，比如讲你从白粉的一个摇啊，有诶拢足贵的，从落粉有诶摇啊，吼，啊，虾米？什么面呢？吼，亚托面了，佮还好，另外迄个嘛，吼，百克面，吼，什么火比巴克，对不？迄罐啊，若生得有一点仔无啥讲，无啥讲的吼，迄话拢足贵的，迄种你得甲留咧，吼，迄就卖讲，因为你甲喷掉嘛，无啥物必要，对不？啊，咱剩的只的就剩一丝仔的吼，还是讲已经袂记你迄个底啊是啥物款，你知影无？足济哦，咱真济好朋友吼，这已经。底下有诶，拢已经忘记啊，因为有当时啊，啊，这农药店在提啥物互你吼，你嘛唔知吼，啊，所以迄种诶呢，我拢拿以外系习惯，我拢会改伊啊，用诶，啊，用诶，剩咧撇撇掉吼，啊，新一季诶时阵呢，啊，能够一组诶一个药啊，安尼较袂一直炖吼，啊无呢，啊，一直留到到尾迄个药啊吼。啊、唔知藏偌久，家己嘛唔知，啊藏里遐要用暗地，啊唔用暗地，吼、哦，所以遐物件拢甲清清楚，清清楚，啊，反正咱来无做不来嘛，对不？咱家喷喷的，喷喷的规间，啊扫扫啊，人看走，吼、哦，啊这出来甲保安关关，吼、哦，啊就给他休息，好、哦、吧，这样呢。啊，应该是我个人的一个，就是讲你那是要像啊，不啊这种半大波啊，你会当利用这种的这工课来做，安尼感觉半大没有比较难，好、哦，就是讲咱来做起来呢，啊，实际上咱的处理的这方式呢，未比别人较歹，哦，而且土壤的这有机质还可以增加那么一点点，哦，啊这那做这个土会那蓬松。啊，那有这个咱讲的土的结晶倒烧吼，啊，这个啊，的如来对咱来讲，等到是一个较正面的这应用哈。嗯哼，好，来63386061，63386061，来接着来看吼这个艺术吼，伊文孟老师的这问题是有关的这个葡萄仔啊吼，那是有间挖出来呢，阿姨发现讲。因为挖出来要种，结果伊挖出来了，发现讲迄个色水呢，那怪怪嘞，这敢是有病？啊，那是要种，敢会使？因为之前可能有种淡薄，但是就是觉得怪怪的。嗯，啊，这样怪干嘛要种？好奇怪的。啊，这我嘛唔知呢，我嘛唔知那边怎回答吼。你、哦、讲、就是，嗯，因为葡萄，你讲伊安怎怪怪吼，真、哦、嘞。啊，怪是怪在哪里哈？这有时啊，咱也较歹去甲伊啊，去甲伊做这个评估啦，吼，所以啊，这底下较歹势哈。啊，但是就是讲，有当时啊，真侪物件拢是安尼，我们没有办法，永远没有办法做到最好哈。啊，只能追求更好。所以咱伫有知啊，这情形之下呢，啊，你可能会当淘汰，你就甲淘汰。哦，你讲啊，我反正心内就是安尼磕磕啊，是不是？就已经感觉不舒服啊，不舒服就这时已经无快活，不要让自己太难过安尼啦吼。所以呢，放过自己吼，我感觉这嘛是啊，有这个必要啦吼啊。所以那是讲是有这款的这情形伫咧吼。啊、我是干嘛？还是得转尊都好起安尼啦，好不？吼、哦，啊，那总共都有知啊，这经营是安尼，啊，那无知啊，吼、哦，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哦，因为你讲葡萄的这个有本身。哦，有一夸有呢，这还好哈，我觉得倒是还好，所以这个很难去评断的哈。啊，反正很多时候呢，咱做事哈，啊，那有一夸这种情形啦哈，一个有呢，基本上就是讲，咱看到哈，拢是什么款，拢是啊、两
两制约了哈，真正做些工课，话讲啊，这个啊，不然你唔是讲精准农业吼，爱学荷兰吼，这有一寡物件爱精准，无唔对了哈。但是啊，你要伫即内底迄种，就是准无准的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这个抉择哈。我拢常常做爱啊，即个举一个这例啦哈啊，简单讲哈，简单讲呢啊是安尼哈，就是讲咱要举一个，就是讲。有一档吼，是毋是即个番茄吼，小番茄即个嫁接苗啊，拢出问题足侪啦吼，毋是讲全部啦吼，真侪啊，伊个就是一个砧木呢，有时一点啊无啥共款，啊红卡红卡吼，啊但是呢，咱就谈种朋友就是讲啊，我都无栽掉过去，啊都一直死哈，以后啊要去讲。要去找材料来贴的时阵，够材料通贴，啊无通贴，啊还有其他足重要，这工课爱做吼。啊，到尾啊，到尾啊，就全放弃，伊讲也无法度啦吼，真正嘛是无法度讲，搁继续落去啊吼。啊，所以呢，迄阵问阿婆啊，讲要安怎，我讲你着水去甲喷喷的吼。啊，那是许春天啊嘛无法度啊啦吼，啊所以其他的工课搁较重要，你可能着爱啊。有当时啊，人生就是一个这种。啊，一个这个曲曲折折啦吼，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啊真重要这个所在。至于讲咱好朋友这款吼，伊恶起来吼，伊种那是长头诶，都你看到吼，伊像伊白白啦吼啊，咱好朋友传给这个相片是安尼，就是讲。一白色的这一种像羽毛状这类物件吼，这我是觉得啦吼，那是如果有这个相片看到这个情形呢，啊，你是不是就给他有给他放弃掉吼？这卖去改种这类许吼，啊，你要是要种吼，你若要种呢，啊，可能爱去改这个。小做者用药啊，小做者即处理的吼，所以啊，即真有可能吼，因为我咧怀疑啦吼，这种物件因为头遐尼严重吼，你若讲无介严重啊，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啊，即无介严重无啊，那是相片翕的这张吼啊，即个的中明显，这个就不要了哈，这个呢。这个就放过他吼，这可能是这个白纹羽病吼，啊，这白纹羽病吼，这会传染吼，所以呢，啊，伊也是讲叫呢，算无共盖好吼，啊，但是你也想讲啊，都无要种啊，无该种种的吼，啊，你个得该管啦，种，但是这个药啊吼。这个种这种咧用这个白纹羽病的这个药啊呢，其实也没有什么无真好的效果了哈。所以你讲，哎，搞什么药啊呢？啊，甲灌落，啊，然后他就给他好了，安尼吼，倒是真的没有，真正无一种药啊哈。但是就是讲。那要不要种？那要不要种？就看讲有这个药，但是迄个药啊，会当你会当先小做者这处理，然后就讲，一般还是有一点点效果的。就讲你有用到无用安尼吼，确实吼，确实呢，也好个吼，还是会有的啦。哦啊，所以可能你伫这个用药的这部分呢，啊，你买当小，简单讲啦，吼，简单讲就是讲，还是要用一点点药，吼，啊，变哪用这个药啊，吼，这有其实吼，这个推荐用药来对，吼，这个又回到那个问题了啦，吼，啊，这白纹羽病吼，不好去做试验，吼，所以。真济即款呢，一个药呢，你讲我改登记啊，在那个地方安尼吼啊，即、這个通常吼、哦，人家不太愿意啦，吼、哦，所以即个原因就是出伫即个所在，所以这变作呢啊，很麻烦吼、哦，很麻烦，较麻烦呢，即种就是啊，咱的即个药啊呢，其实可以去选择的呢就很少吼、哦、啊。因为这个在葡萄里面哈，对，就遇葡萄其实这个物件会容易来发生了哈。但是呢，咱去甲查这个药的时阵哈，其实没有葡萄没有登记白纹羽病的这个用药哈，所以咱可能得用其他的这个所在哈，比如讲富吉安哈啊，这个物件可能是真济的，尤其像啊较冷的所在哈。啊，算比较凉一点的地方，有一种这个药吼，会
柑橘类哈，来提一波。柑橘类伫较凉的这个所在，伊有当时啊较凉一点啊，天气的时阵呢，啊，伊嘛是会得这个白纹羽病。啊，这个白纹羽病呢，啊，伊就较容易哈、哦、有这个因为柑橘类范围较大，所以就有人去甲做登记。啊，所以通常是会用这个氟西安哦。啊，佮一个较严重，这个白纹羽病呢，一个这种呢，啊，可能就是这个来啊，吼啊来啊呢，啊，嘛是用氟西安哦。啊，所以理论上来讲啦，吼、哦，咱即马咧用这药的时阵啊，我相信吼、哦，应该那是无真大一个这个意外吼、哦，这可能就存这支药啊，吼、哦，伊应该是一个针对性，虽然伊无一定是啊，佮有一支是甚物雅士普啦，吼、哦。这个物件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哈，啊，有的人讲用较重的吼，这一张25cc安尼吼，这个25毫升吼，啊，去个浸啊，其实那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这种效果哈。倒是氟西安是足侪人会去改啊，去改做一个这个处理哈，啊，这可能是安尼，所以我是建议讲，你也是要你熬起来啊，熬起来无浸，佮感觉有一点可惜对吧哈？啊，所以呢，你买当去用这氟西安啊改。灌灌嘞，哦，啊，这样呢，可能呢，啊，会好很多了，哈、哦，所以，这是伫家和你做了解啊，其实哈、哦，啊，应该是有去筛选哈，等于讲，但是这种不是，反正它又没有扩大使用哈、哦，所以，啊，问题就是在这里，所以就得变做咱无啥物登记用药通去用哦，这个啊，咱是家会当好朋友哈，就怎样的哈，这个所谓啊，这个物件哦，这个、大概呢是这个情形。对嘞哈，啊，这和土壤的这个管理有足大一个关系哈，就是讲啊，咱那是会当去许哈，算因为伊这的，伊这有可能和葡萄死去哈，葡萄死去有一个白纹羽病，啊，够一个褐根病哈，葡萄买着褐根病，啊，褐根病就是三肽酚呐哈，三德酚哈，这都也解这药啊。啊，个结灵芝病吼，这物件嘛是有可能吼，因为结节那灵芝这种物件吼，啊，这拢是会去滴葡萄园内底，咱会去拄着吼，所以啊，大致上你那是安尼来改用药吼，啊，这应该是当改小控制掉嘞吼，啊，但是目前滴这白纹羽病来讲吼，啊，应该是。滴葡萄吼，可能是禾根病吼，会更加比白纹羽病更加普遍。你这可能是不是有较凉一丝丝啦吼？因为较凉的所在通常的白纹羽病会较严重，啊，那较热这所在通常的禾根病吼会比较严重啊。啊，这大致上是安尼一个这情形滴嘞。啊，这有你小做者这了解吼，啊，一定爱处理哈。啊，那是问我讲啊，干要整哦？那我个人的看法吼，那是。有宅啊，这这范围内底啊，实在无建议你个种安尼吼，所以这是啊，有时候这是一个啊，每一个人去对面对这项代志，因为我咧讲别人的工课较轻松，今日去种啦，我下时阵好像又不太一样。当然，你那是问我讲阿伯啊，即马假设那是你下，你会安怎做？我会甲提去单调啊，我不敢种啊，一张宅啊，偌济钱。哦、所以呢，不要跟自己这个开玩笑哈、哦所以呢，这个药啊，吼、哦，都讲到这个氟西安，吼、哦，阿、啊、弟也当去，搁有一挂药啊，吼、哦，就讲猛灌猛灌安尼啦，吼、哦，有灌有差，无灌嘛，无讲无效安尼，这真麻烦吼、哦所以呢，基本上哈、哦，基本上咱可能就是讲。会当有这个许呢，甲伊了解着吼，所以简单讲就是这个免耐得这种物件吼，百分体哎，这种讲是类的嘛吼，甲基多保健吼，这种臭头药啊吼，但是呢，灌进前是有用的，啊那是退后就没有那么的有效吼，所以这底家会当好朋友吼，小了解者提供咱就一种朋友呢，啊你做参考哈，嗯。好，来最后呢，剩两分钟哦，宝妹也是把握最后这时间，提醒收音机旁的这个听众朋友哦，你若是有要参加咱今年正尾活动的乡亲，请你要把握着吼时间，因为今日已经是17号啊，过几个天呢，一转眼哦，年底就到了啊，到时阵你嘛要留淡薄啊，我先准备一下，所以麻烦大家吼、哦，如果你若是时间切的好势，或者是讲恁三小部分部分呢，你们打算要来跟电台这部分哦啊，到底来正尾哎，到底来庆祝。啊，顺便呢抽抽奖啊，同欢一下，咱讲真欢迎。啊，今年呢，毛部分是新的听友哇，我今年就看到一个姓钱的，
办下这档，没有一个姓钱的来参加。今年还是有新的听友哦，钱来了，钱来了。对对对对对，姓钱的哦，真正是姓钱的。咱公司还有听姓钱的听友哦，所以我们不管你是新的听友，或者是哦老的听友，总是呢欢迎大家哈、哦、一起来哦。阿弟也无啥气言，公司的报名电话是632-6370哈，我关切朋友加空哦，包括你伫来部分哦，报名嘛是会使啊。总共一句呢，到时阵呢，你报了后，我再给你通知。列斗声，所以再麻烦大家呢，这个部分吼、哦、稍微配合一下。啊，咱今日吼两点钟的节目，爱先暂时进到这，手机边的听友吼，若是还够疑问，赶快提醒你，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空中见，拜拜。